分全都来自于他，他缺失了我，他的生命就不完整。可爱，神经质，我是捕猎者，他是猎物。哇，这是我，这是你，哦，名字还对应上，他们分清了，感动。我们之前上一档综艺的时候，就有一个这样的画面，这个是我，这个是笑了的我，但是标的是严怡和严悦，他俩风格就很古怪，因为这两个小孩就是读了很多书，大家会说我们的比较偏文字化一点，书面化，对，因为我们比较喜欢文学嘛，然后我们的梗会有一点点奇怪。他们有很多那种很学术的梗，以前他们的梗可能深到我得带几本书，带字典或者带个翻译什么的。我们平常跟很多人学了一些喜剧节奏啊，说话的所谓的气口那些东西，跟老卡斯同台竞技肯定是会有压力的，就演好自己就行了。有请下面这两位选手。哇大家好，我是一个双胞胎。一个双胞胎好像真的有心灵感应。前段时间我摔到了脚，特别疼，结果他摔到右脚的时候，我的右脚也特别疼，因为我摔到了他右脚上。我们爸妈给我们的伤害从取名字的时候就开始了，因为给双胞胎取名字一定会把两个人的名字组成一个词，所以当年我们的备选名就包括了幸福、吉祥和团圆。凭什么我们要取这样的名字？我们又不是一对熊猫。熊猫取名字跟双胞胎真的是一样的，你不会听说有一对熊猫分别叫做团团和张淑珍。我们理解不了我们爸妈的生活状态，我妈是个家庭主妇，我妈也是，她的生活特别无聊，她无聊到不行的时候就会把家里的桌子椅子都抹一遍，我们家桌子椅子都被她抹矮了。我妈失眠还特别严重，她喜欢一天到晚躺在床上盼着自己能睡着，但她也不能算是喜欢躺着，因为躺着听起来很舒服，他只能算是喜欢横着站在床上。哇，这个梗没接住哎，这个就观众需要想一下。我爸今年已经60多了，我爸也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突然间发现父母老了，我们最近就突然发现我爸好像真的老了，因为他开始把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梦想强加回自己身上了。他突然就开始说他有一个拉丁舞梦想，然后他翻出我们的舞鞋舞裤去报了个舞蹈班，他就开始跳，才跳了2天他的膝盖就剧痛，然后他去找医生，哎，医生，我这膝盖是不是最近用多了呀？也不能算是用多了，你这个年纪呢应该算是用完了。以后呀你就当你没这膝盖了吧。但是我爸还是不死心，还是整天想着要去跳舞，所以我们就劝他说，哎，你这个岁数就别跳什么拉丁舞了，你要是实在想跳你可以去跳钢管舞，至少跳的时候你可以扶着点。我们爸妈给我们树立了夫妻关系的榜样，每次看到他们那样的夫妻我们就会很受触动。有一次我们路过人民广场，看见一位老人在吹一支破圆号，吹得很美，旁边还放了一块破纸板，上面写老伴治病生活困难，这个老人就让我们想起了我们的爸妈，所以我们走上去对他说，真正的伴侣就应该像您这样，就应该这样，老伴在家里生着病，您却来街头实现音乐梦想。我们以前很想改变他们的生活状态，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太难了，因为我们之间的沟通很有问题，比如他们对我们俩的人生规划有不同的意见，我爸希望我们考研，我妈希望我们好好工作，但是呢他们都不直说，他们喜欢转发一些有关双胞胎的文章来暗示我们。前几天我妈就发出一篇，为感激父母养育之恩，脑瘫双胞胎坚持创业。然后群里出现了一阵礼貌性的沉默，因为我爸打字太慢了，然后他发出一篇，震惊，双胞胎姐妹一个考研成功走上人生巅峰，另一个创业失败惨死街边。
我们就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要看这种文章，还看得这么认真。不像我们年轻人，我们看文章都是飞快的，就像这样。就比如我刷到吴昕的绯闻，虽然知道很无聊，但是不看又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年轻人大概是觉得，如果看得够快，就可以约等于没看过。这里还可以有一个比喻，对，我们来想一个比喻，这就像吴昕在这么短时间内拍了这么多电视剧，他大概也是以为如果拍得够快，大家就不会发现他拍了。我们以前会觉得作为年轻人我们要去帮助父母改变，所以我们就想去研究一下为什么他们看啥都这么认真，我们看啥都这么不认真。我们还真的找到了一篇文章解释了这种代际差异。他说，首先啊，现在大部分的年轻人看一篇文章只看前20%，这是为什么呢？我没有看到那里。所以我们现在觉得跟父母之间与其互相改变，不如互相接受。演出之前我们特意去问了爸妈，如果我们在台上调侃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有点受伤。我爸说，你们的生活对你们来说更重要。说着他从钢管上滑了下来。他们有自己的生活，这是他们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谢谢大家。他们说我们这一期的稿子会比上一期的梗埋得没有那么深，可能观众接受起来会好一点。这次放松一点，无所谓了，开心就好。老村长九，你看我们排得怎么样？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严一严月。大家好，我是一个双胞胎。很多朋友都会羡慕我有一个双胞胎，但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好的，除了在生病的时候有一套备用的器官。作为双胞胎，我们化妆的时候会有一种隐形的压力，就是我们永远都不能一个人化一个人不化，你们永远都不会看到我们一个人化一个人不化。因为如果我们一个人化一个人不化，那个人化了也白化。其实不只是我们两个，所有女生现在都在面对一种隐形的外貌压力。对女生来说，很多甲方都是在暗中施压的，比如化妆品广告会对女生说你本来就很美，但是剃须刀广告就不会对男生说你本来就很光滑。还有在工作场合，大家会要求女生在工作场合化一套正式的妆，但是没有人会要求男生在工作场合练出6块正式的腹肌。而且我们虽然要化妆，但是妆一定要淡，不能让人看出来。我就是要让你觉得我没化妆啊，我天生就是这样一副需要卸妆的样子。所以我们女生不仅要掩饰自己的瑕疵，还要掩饰自己的掩饰。但是男生就不用掩饰自己的掩饰，比如巨石强森，他就不用说没有没有，我就随便练一练，这也不是什么肱二头肌，这就是俩肿瘤。所以我们女生就觉得那不行，我们要去反抗这种隐形的甲方。结果就发现那些化妆品大牌特别聪明，他们知道往广告里强行加价值观。比如前段时间我们就看到一个化妆品大牌 S 某兔，我们不能说名字，所以我们就叫他 SA2。 SA2 拍了一个反逼婚的广告，他基本上就是在那里说，我今年30岁，过年回家被逼婚，但我无所畏惧。 SA2 你就感觉这个 SA2 是混进去的，他出现在那里完全没有道理，他前面也完全可以说，你今年都30了，咋还没找对象？你可长点心吧。SA2 当然这种价值观是好的，但是加了那种价值观以后，我们好像就会觉得，哎，好像化妆品也不是我们的甲方，
好像你是我的朋友，搞得就跟我们都不是被逼的，我们就是天生就喜欢化妆一样。但是谁会天生就喜欢化妆？男生们，你们以为我们真的天生就很享受每天早上爬起来给自己的眉毛调整方向吗？我的人生都没有方向，但我不化妆，我的眉毛每天都有新方向。断了这个大梗，被观众打断了。这观众是干啥了？一声说喜欢。但是有些女生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就是我化妆又不是为了取悦别人，我化妆是为了取悦我自己。那我就很好奇，你到底是化了一个什么样的妆，仅仅能取悦到你自己，别人看了都想吐。万一你没化好，别人看了还会说，嗯，怎么回事，你今天这个妆怎么取悦到我了呀。那有人就会说，你们女生不要总是抱怨嘛，有情绪有压力你就去解解压，然后给我们看一堆所谓的解压法，一看收纳整理法，太狠了，让我们做完工作去做家务解压。做家务凭什么能解压？迪士尼乐园会有家务主题园区吗？米奇会拉着你去米奇小屋打扫卫生吗？而且还有什么断舍离整理法，断舍离就是让你扔东西，但它也不是扔完了东西就完了的，断舍离是一门哲学，它要求你坐下来反思自己对物质的迷恋，然后再爬起来去买某印良品。某印良品。因为某印良品的东西就特别断舍离，简单有设计，贵贵贵贵。你根本就买不起，从根源上断舍离。所以真正高明的甲方是这种隐形的甲方，你不仅不觉得他是甲方，你还想跟他当朋友，比如某印良品。我们就觉得很美很好，但是每次走进店里我都觉得有点恐惧，我就觉得他们干嘛要把购物篮搞得那么大。都没有人买得起那么多，所以我们觉得他们根本就不应该搞购物篮，他们就应该搞购物杯。购物杯，某印良品购物杯，简单有设计，拿着一杯你就无所畏惧。 SA2。 谢谢大家。好喜欢。